48、50，这是上下颚的第52次亲密接触。这么坚持是为了紧致咬肌，练就完美的下颌线。不，他只是因为多嚼几次就可以少吃一点。大可不必，别再跟那一口过不去。随餐来条吸引小粒，减油腻，加水嫩，轻盈美丽喝出来。